在碎骨的神话中，有一仙舟名为云荒，有空桑、泉仙、苍流三大部世居于此。空桑郎甘与白薇得六合之力开拓天下，云荒碧落海之忧遇泉仙鲛人，善通音律，坠泪成珠。苍流一部则远居于令丘之山。七千年前，郎甘征战四方，囚龙神封碧落海，鲛人历数千年仍不得归。七千年后，有泉仙鲛人为救子民，掀起云荒动荡后隐匿不见，而今他再度归来。说了带孩子的不能跟我们一起过天去，这会拖累我们，这风大雪大的去哪儿给他们找吃的？没事没事，我吃的少，这少给他们一点不碍事的。走吧走吧，我们这是躲避灾难才逃去云荒，谁能顾得上这孩子呀？我们都想去云荒过好日子嘛。那云荒仙舟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到得了的。你是新来的吗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纳生，我是从中州来的。我们家那边打仗了，我只好逃出来。我想要到云荒安家。我说你长得这么好看，为什么总是板着脸啊？无趣的鸡。那既然你不告诉我你的名字，我就叫你冰块哥哥好了。不如咱们两个结伴去云荒，一路说说笑笑，彼此还能有个照应，如何呀？喂，你可别小瞧我啊，我可是有些本事的，不然我如何能来到这里啊？嗯，云荒可不是什么好地方。怎么可能？我们家乡的人说了，云荒遍地珍宝，富足安康。是我们中州人啊梦寐以求的仙境。啊，冰块哥哥，我给你占卜吧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算命可是很准的，从小我就靠这个赚钱吃饭，像什么算命伏击啊，看相占梦啊，我样样都在行。我送你一卦啊。天上的神女啊，请告诉我这个人的眼前、过去和未来吧。天地玄黄，赫赫扬扬，唯有神明，与无神荒。头戴华盖，足蹑魁罡，借汝神玉，赐吾显光。请在地上写下你的御誓吧。告诉我这个人的眼前、过去和未来。
我写完了，你快看地上是不是你要的答案。我不能看，就像我不能算自己的命一样。你快看，看完我就给抹掉了。一切开始与结束之后，对抗虚无的唯一方法就是创造与守护。最后一句是什么？你再写一次。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对同一个人，一年只能占卜一次。哼，雕虫小技。雕虫小技，我算命印象可是很准的。都没有讲到你的白鹰吗？你刚才要是骗我没有必要，我马上杀了你。我没看，我没看。刚才你做噩梦了，你梦里一直叫他的名字。我绝对没有偷听，没有偷听。我们村里老爷爷说了，他说午夜梦回时想起的那个人，若非心仪之人，便是一世之人。臭脸皮鬼，跪！如果百年前我们没有开始，便不会有终结。阿英，你父王来信，让你即刻回到晋州。你在空寂山学艺已三年，也该到入世历练的时候了。还记得我建设门规吗？持光剑，怀慈悲，守正道，护苍生。阿英铭记于心。好，你要时刻谨记，你是剑圣传人，定要做护苍生之事。下山去吧。阿英拜别师父。大人，给我们口水喝吧，大人。留下眼泪就给你喝，你还真敢！谁呀？啊！这些鲛人所犯何事？你们为何如此残忍？看他的装扮，应该是剑圣一门，咱们惹不起。剑圣传人，那不是西京大人的同门吗？是。啊，是这样，这些个鲛人呢，原本是清王府逃跑的下人，被我们抓了回来。亲王，你们要带他们去哪儿？哈，自然是亲王府。哎，他们要带我们去星河云亭。闭嘴！我们有事儿，先走一步。哎，弟兄们，走啊！闪开点，闪开点！Thank you.
是秦王府。下来，快，走。磨蹭什么呢？叫。姑娘，等会儿，星汉云亭没有邀请，不能进入。我是白王府长郡主。跟我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啊，毕竟这里富丽堂皇，我也没来过。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如意都可以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啊？就来了呗。这么多年了，顶嘴的毛病一点都没改。说实话，为什么会来这儿？我就听说如意在这儿，我就想来看看你。现在看到了，看完了赶紧走。这么快就赶我走啊？如意，我们都两年没见了，你不想我吗？你这么快赶我走，我会很伤心的。你这些鬼话呀，骗别人还行，别浪费在我身上。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别留在这儿给我添麻烦。什么事情啊？如懿是不是要去取海魂珠啊？不说算了，我去问别人。哎，站住！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？海魂珠关乎整个权限的命运。你找来帮忙的那个人死在了船上，他告诉妍希的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与你无关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就硬闯进来。如懿，你打算怎么取海魂珠啊？你不需要一个帮手吗？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就不要再问了。出了星汉云亭，一直走，走到大街尽头有一个屋子，你在那里等我。我忙完了之后就去找你，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哦，如懿，赏珠大会就要开始了，金老板让你去做准备。我知道了。擦擦脸上。不知白府郡主光临，有失远迎。鄙人姓金，是星汉云亭的老板。金老板，孔爷送的珠子到了。今日恰逢赏珠大会，整个京城的明珠碧玉都在我星汉云亭，也安排雅士让郡主小憩。郡主，请。孔老爷送来的珠子，这血泪还不够纯正。我们有一化生池，只要他们进入了那定颜香汤，化男化女任君挑选，而化生失败的鲛人还能化骨成珠。那里面会不会有海魂珠？您看啊，阳气为赤，阴气为电，精气盛则为萃，精气衰则为末，这才是我们赏珠大会最精彩的地方。郡主要是……我不懂珠子。懂不懂珠子不重要，能选到什么成色的鲛人才是关键。郡主今日前来，绝不会让您空手而归的。郡主只要喜欢，这里所有鲛人任您挑选。鲛人？金老板真是明人不说暗话。那有多少鲛人可以让我选呢？哎，郡主开口，要多少有多少。
只要郡主有这雅兴，日后但凡有上好的鲛人，在下派人送上贵府便是。赏珠大会就要开始了，郡主请。这个郡主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后去。这是哪儿啊？通桑王城。靖城，靖城。哎，我是这个大哥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带我来这是干什么的吧？有人要找你。什么？你说这靖城有人找我？废话，没搞错吧？我打小就在村子生活，从来没走出过村子。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那我要不去呢？哎，小兄弟，您来几个？好啊。嗯，是不错啊。哎，这位大爷，要不你也来点。海魂珠不在这里。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又来了？金老板让我来拿东西。哟，你知道我进来过？你闯到金老板的房间里来，到底想做什么？我这就去禀报金老板。这外面有两个侍卫，你就打算这样出去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。你一个人躲进囚车，进了星汉云亭，现在又在金老板的书房里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一个白府的郡主，不在外面吃喝玩乐，来这里做什么呢？你早就跟着我了。我想知道你进来到底要干什么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你来这里是来救人的。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快！
下可糟了，我把那两个人打晕了，会不会被发现？我跟你们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追我？站住！这两个人不像是星寒云庭的，他们好像在追谁。这些珠子你拿走吧，鲛人化泪成珠，还是让眼泪流回大海。那走吧。按计划行事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趁赏珠大会开始，地牢守卫最少的时候，你们把他们救出来。我会带海魂珠和你们一起汇合，我也已经准备好了替换的衣服，以防万一，我还准备了西京将军府的令牌。放心吧，一定小心行事。全仙活着的时候无处可去，死后也无法魂归故里。全仙并不善忘，时至今日，千年悲苦是该清算了。下了化生池，你们会被迫化生，化男化女不再是我们的选择。一定要撑过石骨西京之痛，寻得池底的海魂珠。有了它，我们就能打开镜湖底的结界，以后便不再受人欺凌了。这是我们的关键一战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各位富商名流，赏珠大会正式开始。金老板，赏珠大会的珠子不见了，赶紧去找，另外立马通知亲王府。是。上台吧。是。如意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拿海魂珠。海魂珠的事情不用你管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如意，你先告诉我，海魂珠是不是在化生池啊？我说了不用你管，听我的就好。这是赏珠大会的珠子。你知道你下化生池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吗？我知道，其实化男化女我也无所谓。你胡说什么？人家会在这儿，抓住他！救命啊！苏魔，站住！如意，海魂珠就交给我。回来，我先走了。给我抓起来！
大哥。我没跑，我就是先到这儿来等着你嘛。哦，对了，我还给你带吃的呢。把他们围起来。把他们抓起来！住手！何人放肆？师兄，西京将军，此事与你无关，请你离开。其他人我不管，白王有令，请郡主回府。我师妹，我必须带走。师兄，把他也带走。这个人不能离开。西京将军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大。师妹，我们先走。着火了，里面还有人吗？可能还有几个鲛人在里面。还有人吗？真的。是你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放心。小心啊，来，快上来！在那边，抓住他们，快！你快走，先保他们安全。那你呢？住手！白鹰。舅父，他，你不是在空寂山学艺吗？怎么回来了还跑到这里来胡闹？我收到父王的家书，回到京城，发现这里有人买卖鲛人，这与我们空桑的律法不符。和律法不符，自然会有人来管，但你作为白氏郡主，贸然插手。不妥呀！舅父，你未知事情全貌，又怎知我是贸然插手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你都不该在这里。婴儿，你快回家吧，不要让你父王等太久。
如意，其他人呢？哦，已经把他们安排在镜湖边了，取得海魂珠就可以下镜湖。海魂珠不在我手上。你下化生池没有取到海魂珠？取是取到了，星汉云亭的状况非常混乱，所以我就放到另外一个人身上了。你说的可是白王府的郡主？嗯，是他。可是后来我就没有时间把他再取回来了。西京将军和长郡主是剑圣同门师兄妹，我倒是可以找理由去白王府取回海魂珠。不行不行，还是我去吧，万一你要失败了，就很难在西京府继续待下去。要不然我去吧，你下了化生池又进了火场，不宜再冒险了。今夜都不宜再行动了，听，你先回西京府，明日再想对策。那我和听先回去，明日再商议吧。为什么一到京城就有这么多人追杀我啊？有人要阻止你回静塔。静塔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必须得跟我说清楚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？还有啊，这儿又是什么地方？刚才跟你说了，这是空桑的王城静城，这就是静塔。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空桑的王宫。哦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您的父亲就是空桑的王，而您就是空桑王子。别逗了，我的生母不过是荒原上一个普普通通的牧民，我从出生就没见过我父亲，更别说什么空桑的王。大哥，这骗小孩也得自点心吧。这故事说来话长。嗯，您现在是空桑帝王之力唯一的继承人，现在空桑有难，只有您才能拯救空桑。我现在就带您去见王上，也就是您的父亲。我不信，我要回去了，你送我回去。你给我走啊！不行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凭什么我的命运要你们安排啊？莫名其妙的就被你绑到这什么空桑京城，还要拯救空桑，这王子啊，爱谁当谁当，我是不当。不就是一死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走了。不在乎你的父亲吗？我不在乎。你不想保护你的村子吗？我不想。尊母已逝。据探子密报，苍流部已越过输出部靠近邺城，尊母交领有鹤形玉佩，密探在废墟中找到了尊母的遗体。姐姐，几年没见，长高了不少啊。姐姐似乎也有些变化，多了侠女的感觉。我要跟父王说，我也要去空地山练剑。姐姐，我有好多话想要跟你说。那咱们今天晚上就不睡了，把你想说的话都说完好吗？我想说的一晚上都说不完。哎，对了，父王呢？父王说他有急事要进宫禀告。姐姐放心，他马上就回来了。传王子甄兰入殿。王上，王子带到。
王子，这哪像是个王子？说说。近年来，我空桑战事频发，太子长伤，光耀先祖，吴王密诏，命西京大将军将王子殿下接回。王子真兰乃空桑与叔处之结晶，可继承空桑帝王之力。皇天后土一旦合力，必将庇佑空桑。叔处部子雅氏贤良淑德，追谥真义。王上，来路不明的乡野莽夫也配称空桑王子？传出去，这不招致整个云皇的笑话吗？况且，此子生母乃不知礼仪的蛮荒牧马女子，谁能证明她就是王上血脉？真兰是否身份正统，得要看皇天是否认主。大司命，传六王上天庙。是。如意，你有话要跟我说。你下化生池，身体可有异样？没什么异样。对啊，我下了化生池，却没有化生呢。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。少主。皇天戒指已备好，王上，认主之典可以开始了。大司命，开始吧。少主，如意，你这是干嘛？快起来，快！少主，你下化生池而没有化生，因为你身上有海皇的血脉，你是海皇。如意，你肯定是弄错了，先起来，来。当初你还小，没有敢把这事情告诉你，在星汉云庭发生的这一切，也许都是注定的。七千年前，海皇纯皇战死之后，存血脉于灵珠之中。七千年后，虞姬吞下了存有海皇血脉的灵珠，生下了你和阿诺。而你们俩背后的印记，就是龙神印记。或许如此，你下化生池，才有化生。你是全仙之主，碧落海皇。少主，你长大了。星汉云庭是因为你在那儿我才去，你要带大家逃出去，要取海魂珠。如意，你是我的亲人，我不想看到你受伤，我不是为了别的。可你取出了海魂珠，救了我们。那些都只是巧合。少主，别这么叫我。如意，
你还是叫我苏魔吧。天色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我回去了。苏魔，瞬间，这一生。